两年之内练出一支至少5万人的精锐新军，前面这一片就是新选的秦都新址。天地大洋，就叫咸阳。不收复失地，不能说便罢战功。老身替党半辈子战功与夫君，谢你了。娘，太子牵扯的人事太多，对太后只说巡防经过，对君上什么也不说。魏军集结河内，动向不明。若魏国这时候攻秦， 正是我方软肋呀！朕上天下，复我霸权。未来娱乐台大秦帝国一之裂变。